诉你们，越晚留下来，你们真的是赚到了，因为这一团有一点福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在我们政大我所经历过的社团哦，大概这几位我都有遇到过，超因为我们跑社团大概就这几个咖，而且都是 C 咖，不是，而且 A 咖都是大咖，不是 B 咖，不是，都是大咖。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，这介绍出来每一个都是社长什么长什么长。这样，因为他们的团名就叫无人不晓，对。我们的啊，你要介绍一下。我来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园长。不是你啊？我前几年是别的社团的团长，那个社长了哈。来，我们先介绍，我要尊称一声，这个叫爷儿，刚才要打赏的坤爷，鼓手。坤爷刚才是演打金的，结果他们遇到的是鬼，大家知道吗？还有个将军，有个打金，就是鬼，刚才没讲。跟在后面，是是是。好，那这边也刚好准备好了，这个我都叫他这个鬼灵精军师军达社长。军达，现在是我们掌声没有很热烈，那拍手一下好不好？现在是我们羽毛球社的这个社长，羽毛球社非常活跃，来个杀球的动作，没有？你不好意思，你被击他的。我可以帮他杀、啊、没有，好杀。那还有一位超有名的，有一位哦，这个咖就真的很厉害，他等一下那个弹吉他要这样一直咖哦。来，我们那个压轴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刚才我们理事长在上面的时候，有一个化妆师的小朋友就说，哇，妈妈这一把吉他好漂亮，结果理事长说全身上下东西都是我的，只有这一把吉他不是我的。我们欢迎大未来学长，掌声鼓励。哇，人气旺旺哎、欸、哦！人气最旺的这种，果然是无人不晓。那这个一定大家，其实大家以为这个团是因为他的名字就叫谢小辉社长，大家同学、哦、对，所以无人不晓，接下来就要带给大家，让大家。这个歌曲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我本身去 Google 过他们的 MV， 听说跑到冰岛去拍，非常特别的一个歌曲，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，好不好？无人不晓，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。平行世界的男女，相爱到无法相爱，拥有两人彼此世界交错的钥匙，但我们不能去触碰。只能在平行世界中继续往相反的时空走去。我们是两只鱼，我不能留下你，就让我飞过去，然后忘记。我是一只鱼。
你才是那只鱼，很快你就会忘记我。小慧，我要你永远记住我们现在的样子。The eye is on the sky, burning in your eyes. You look at me and maybe want to catch a fire. It's burning in my soul, like California gold. You'll find the light in me that you couldn't find.掌声来，谢谢。